画的是这个，然后他们是我心里面可爱又而又美丽的一朵花，但是我画的有点像一棵树，但是也可以寓意成一棵树，所以说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。小话不同，但我感觉说它有点牵强，然后就说是花，是不是？我懂不懂你？简单明了，跳过画画不好的天分，就是盖过直接在上面写一个画一个轮廓，你自己想谁谁自己认领，然后这个上面写一个可爱美丽好看。嗯。兄弟，我的就很明了。啊 ，VC。橙汁嘛，对，然后希望他们开心，就画了一个笑脸，下面好像是就跑起来的感觉，就是希望他们往前面就是越走越远。春哥跟我同一个卡通，同一个画风。